欧洲区的那个旅游也是非常可以理解是缺钱，缺钱炒故宫里头偷钱揽钱。对，它主要是因为什么问题？就是说，你不能说一刀切。他这个贼啊，就是在哪儿干，什么技术含量都没有。所以这次呢，说起来，我问一个调查，就这人的上去，一点呢，先把你这个相机，相机给你看。我最近看到这个报警装置了，现在的说。